那霍医生一会儿回来吗？可能还得抽积液呀，他可能还得抽积液，他行，行，他能够着吗？是不是得往这边量？嗯，有点推推。嗯，楼上有个吸氧的，是吧？穿车试试。没事没事，躺着吧，就躺着吸。情人节，嗯，要在这儿过情人节，大年三十再在这儿过，情人节还在这儿过，嗯，好人，真是好大人啊，没事，嗯。